近日，一段时长9分钟的录音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掀起了一场风波。录音中，一位女性声称自己是李玟，详细讲述了她参与《中国好声音2022》时所经历的不公平待遇和巨大压力。录音中还透露了节目组为了提高收视率而操控选手和评委投票结果的内幕，以及她遭受人身攻击和威胁的细节。人们对李玟表示出同情和敬意，同时对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表示谴责和抵制。一些人甚至提出了退订浙江卫视、抵制星空、华文等口号，展现了他们的态度和情感。浙江卫视暂停播出中国好声音。8月20日晚，浙江广电集团发布了一份通知，表示将就此事展开调查核实，并接受观众和网友的监督。通知中还强调，他们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社会效益为先，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8月25日，浙江卫视宣布，鉴于观众和网友对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反应，节目将暂停播出，等待调查结果的出炉。这也意味着中国好声音最新一季的播出将暂停，这是自2012年首播以来首次发生停播事件。星空华文股价大跌，老板田明身价缩水。停播事件对于星空华文而言，无疑是一次沉痛的打击。星空华文是一家 IP 创造和运营公司，拥有多个热门综艺节目 IP， 其中中国好声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根据2020年的数据，该节目为公司带来约10.6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1.5%。然而，随着收入大幅减少，中国好声音的口碑也连年下滑。例如，第一季节目在豆瓣的评分为7.9分，而李玟参与的中国好声音2022仅为2.4分，而最新一季节目的评分也尚未公布。受到李玟录音事件和节目停播的影响，星空华文的股价急剧下跌，截至8月25日收盘，跌幅达17.89%，市值缩水于276亿港元。这也让星空华文的老板田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根据数据，田明持有星空华文57.58%的股份，因此股价下跌导致他的资产缩水约159.24亿港元，相当于约147.7亿元人民币。此外，田明还涉及多家企业，包括霍尔果斯晨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璀璨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是否也会受到影响，还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李玟录音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仅影响了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未来，也让星空华文和田明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如何处理这一窘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前段时间，先有刀郎的《罗刹海市》中的一句歌词“未曾开言先转定”的歌词，把好声音这档节目推上舆论的风波。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随着李玟生前在中国好声音的录音曝光，该节目一时间又成为了众矢之的，四面八方传来各种声讨声。究竟好声音是不是真的有50万一次的转订费，不知道。但陈奕迅很早就爆料过中国好声音的黑幕。陈奕迅曾在某节目中爆料，他一直听闻中国好声音有黑幕，所以当节目组邀请他去做导师的时候，他就去了，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看看里面的黑幕是怎么一回事。陈奕迅说，在他参加好声音第5季的时候，有一位女选手唱得很一般，完全还不到转身的水平。当导演提示她转身时，她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没转。谁知后来那个女孩子又重新上台唱了一遍，这时导演竟然通过耳机提示直接让她以及几个导师转身。同样在好声音中，李玟作为导师时也非常不满，她怒骂节目组导演，请给我一个游戏规则，为什么73分有第二次机会，而88.3分却没有。最近关于李玟生前质疑该节目赛制有问题，甚至说自己被威胁的录音也被爆出来，而李玟的大姐的回应也肯定了此事，舆论一阵哗然。也有不少优秀的导师在参加这个节目不久后就选择了纷纷离开了，而那英则是坚持最长的导师，因为节目的创始人就是他的亲姐姐那欣，据说那欣还是那英的经纪人，是蒙面唱将的创始人。导师的爆料和离开都能表明，导师们希望节目组能够公平对待每个选手，并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操作。除了导师的爆料，也有学员的爆料。近日，中国好声音的选手徐海星报曾被节目组威胁不签约这辈子就毁了，虽然他发表后很快就删帖，并且发文道歉。对此，有网友说，之所以删帖，该懂的都懂。那欣是好声音的创始人，好声音的大部分学员都要签约他的经纪公司，拒绝的基本都是一轮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好声音的黑幕多的竟然连节目组工作人员也来报。近日，
随着舆论的发酵，好戏来了。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暴跌，半日蒸发近百亿港元，赞助商被喊撤资。要知道，对于一个综艺节目来说，赞助商是他们的命，一旦赞助商撤资，那么这个节目基本完了。商标被判无效，中国好声音应该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的舞台，是他们梦想的起点，而不应该是某些人敛财的工具。如今好声音节目组面临着网上众多的质疑和爆料，然而他们的回应却让人失望，他们或是回避问题，或是轻描淡写的处理。在这个关键时刻，节目组必须展现出决心和行动，证明自己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只有这样，这个节目才能重新获得观众的信任，重回巅峰。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好声音如何应对这场危机，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可见网友们对于节目组是积怨已久，现在节目终于停播，也算是观众的众望所归。一、导师和学员的发声。在李玟录音曝光后，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原来一档音乐类节目可以做到背后有如此黑幕，观众纷纷要求节目组给出一个说法，而节目组也是立马进行澄清，表示网络上流传的录音和聊天截图都是虚构的，并没有这回事。就在李玟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周时间内，好声音节目的制作公司承担了上百亿的亏损，股票也是稳居绿色不曾改变，这下节目组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他们采取的方法不是道歉，而是利用卑劣的手段对发声的学员进行威胁，让他们删除视频，企图转变舆论风向。这时薛之谦选择按下按钮转身，女孩结束演唱之后，周华健和潘玮柏都对薛之谦进行夸奖，这个行为其实不言而喻，薛之谦在录制中和节目组对着干，那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薛之谦的退出是必然的。而周华健选择退出和网上的舆论有着很大关系，周华健作为乐坛大前辈，本来是德艺双馨的代表，可如今时隔多年录制节目却被不少网友谩骂，这本就是无妄之灾，所以周华健也会选择退出。网络上有人猜测节目的停播和观众无关，主要是因为两位导师的退出导致无法正常录制，所以宣布暂停播出。随后有网友总结了节目停播的原因，每一个都非常有说服力。首先是李玟录音的曝光，观众缘的流失对于节目的继续会产生不良影响。再次是现在网络上流传出的两位导师退出，这让节目组无法在短时间内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也很难再找到愿意前来的导师。最后一个或许是节目停播的真正原因，亚运会即将召开，在这个紧要关头，浙江卫视不能出现任何负面情况。在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这八天，电视台已经给了节目组足够的时间，但节目组并没有平息民愤，导致节目只能宣布停播。网传导师的退出将好声音节目组再次推向风口浪尖，但无论导师是否退出，节目的暂停录制已经成为事实。如果节目组抱着亚运会结束后继续录制的侥幸心理，那么肯定会再次受到重创。如今节目组只有想办法挽回跌落到谷底的观众缘，兴许节目才有继续播出的一天。